我愿是景浩，永远晒出一组王嘉尔的西装照并透露，王嘉尔今天将出席好朋友的婚礼现场，并被邀请担任伴郎。一身西装的他看起来帅气十足，成熟了不少，好羡慕啊！尽管是被游戏恶搞，王嘉尔的帅气依旧不变，瞬间变成了小迷妹。这场婚礼的伴娘真的是大饱眼福了。据悉，此次的婚礼男主角是王嘉尔的发小，两人的感情也是好的不得了，让嘎嘎特意从国外赶回来。王嘎新闻，今天的王嘎一是放心纵火犯没错啦，报道。